罗岗分局接到线报，讲有两名毒品通缉犯身躯顶有枪枪。罗岗侦查队发现到通缉犯的自销客车了后，马上是来调动警力支援围捕。嫌犯阁真干巧，以玩具枪假影真枪，以为哦，讲会打避过查缉。环境感觉真可疑，个人就伫咧车后倒敲着上膛，改做枪支一支，枪支16块，甲毒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，这对毒丸药。随后麻痹，医生发班。环境追捕毒品通缉犯上前搬砸，嫌犯真干巧。甲警方讲，车内驾驶座下面藏有枪支，结果竟然是玩具手枪。你别等下咧。有掉无？有无？你别等下咧。你也无迄个啊？我去巡查出来。不过，邪不胜正。嫌犯眼神闪避，行为可疑，警方是真认真地搜索车辆，总算伫咧车内找到上膛改造枪支一支，枪支16粒，第一级的毒品海洛因，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。之前吼与路边停车，本分局员警见机不可失，分别发动三部侦防车，以前中后夹击，将该车拦下。之前吼与警方搜索的时候，主动说出其驾驶的椅座下藏有一把玩具手枪，意图规避混淆警方搜索。警方见其言行闪烁，乃彻底清查，在后车厢中发现改造手枪一把，含上膛的子弹16颗，还有一级毒品海洛因。6.88公克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。专案马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，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法院。大彰化新闻，林桂英、陆港、蔡宏报道。